哎，我都后面选的那种。哎呦，来了！我刚说到，现在就来了。刚看完，马超的皮肤，哇，签名的视频，什么样的故事，背后有怎么样的经历？哇，这把关羽太难打了，根本进不了场，完全没有机会去 CC 啊！这应该是酷鞋最难打的一把关羽了。是啊，你看他大招推一下，转一下，有复活甲，断个马腿根本动不了，不之后再踢一脚，一技能转出，但是还有复活甲，再顶一下，还是被弗莱收掉了人头，只剩中下的双线一个人了。刚刚那局选出花木兰的时候，哇，真的是看到你前所未有的开心，然后包括最终也获得了胜利嘛？怎么样？打下来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打的时候还好吧，主要是选的时候过程我觉得比较好玩，主要当时不准备选这英雄的，来回拉扯，然后说了一句，气氛都烘托到这里了，然后我就直接走了。今天无双飞将就是马超跟药都选了，就你说到这个气氛，那我想问一下金宇他那一局的药，他为什么没用云鹰飞将呢？可能平时这个皮肤弄少了吧，我觉得他今天突然。他小子不懂事，你知道吗？他这个小子很不懂事的。晚上回去宿舍的时候，我就会鞭策他一下的。